中的狮子有结婚的计划，但可能会有来自家庭的压力，导致自己与家人的关系有些敏感和冲突。优雅公平的沟通方式有助于事业的发展和团队的管理。水星与冥王星紧密合相，金星和海王紧密正六分，月亮与天王及水星冥王形成 T 三角，对语言特别是谎言敏感，了解他人言语背后的意涵，在人际互动中强调对等与公平，但可能另外一方面又想要展示自己的独特，从而导致与他人的沟通和互动有压力，爱情浪漫而刺激。Bu akşam seminerimizi canlı olarak mobil uygulamamız üzerinden yapıyoruz.